你是永远在我身边。萌萌，谁啊？我的一个前女友。你说胖妞吧，无非两种情况，要么走心，要么走肾。走肾？你不知道孟云之前有多少个女朋友？这个必须得了解。这家餐厅啊，很少人吃。孟云，你现在还喜欢坐在这老位子？不是。别走啊，又不是没见过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在等我的神雕。这次打算玩多久？我这次认真的。你每次都认真。你搞定了你前女友的现老公的初恋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好变态！那王梦剑苍，你还有一个韩国的前男友吗？你怎么能跟他分了呢？要不然我回去跟他和好。谁不是谁的谁？你可能是谁的谁？今天晚上有露露姐的前辈在，是前辈们吧 ？Come on！论长相，人家比你帅。打架，人家是黑带。砸钱，人他妈富二代。虽然你在韩国待过，但你韩语不如人家，人家中文还比你强。你靠什么？我活好。